我就忘不了这个。我没吃过，然后甭听。不可能，你不太敢吃吗？你试试啊。好吃，我跟你说，肉圆真的好吃。对，真的好吃。你只要吃上一片，这东西就是存在一起的面条而已。我读的面条坨了就是这样。我读的书少，是真的吗？而且你先闻，没有那个味儿。来，你先来。就是我，但凡每次来长沙就是录节目的时候，我必须得吃这个，一点都不臭。我告诉你，好吃。对，一口脆。哎，马可是会吃的，就是一口夸他下去。来，肉，嗯，再分一个。你来一个呗。你看这两个兄弟都没你把啥？没味儿。真没味儿。哎呦喂！你看这酱多点，你这一定是逼着我这个老同志也要出手了。加油！你能够吃到，你能够吃，你能吃，嘿，真棒，能吃东西了。哎呀，香不香？好吃吗？其实是很香的。你能接受这个味道吗？嗯，真的是，反正我觉得很好吃。外焦里嫩，嗯，这辣椒特别香，特别香，炸的那种油辣椒那种感觉，对对，然后。它这个主要的鲜味儿就来自于豆腐跟它那个卤汁卤水本身的，它其实就是放了酱油和一点辣椒，很简单。嗯，它这个主要的鲜味儿就来自于豆腐跟它那个卤汁卤水本身的浸泡的，它其实就是放了酱油和一点辣椒，很简单。嗯，行，哎，又吃鸡爪去了。